心特别壮，嗔恨心特别壮，那就嗔烦恼，就叫他修慈悲观。慈悲观，烦恼特重的，对，烦恼多种多样的，不是一种，多种多样的，每个众生的烦恼跟另一个众生的烦恼有时候不一样，最终他偏于贪爱，贪爱特别重，这个他发经常在发脾气发火，那嗔恨心重。有些人啊，你看他傻了傻气的，说这人毫无意思，说糊涂，那意思重。一个每一个众生他各个具足不同，每一个人思想状况也不同，赶那个赶这化度的方式呢，众生有种种欲种种烦恼，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呢就是无量法门，能方那就是对治众生的。文中说到，一个是方便，一个是刹海。刹海就像我们说水路，刹就是路，海就是水。这个刹字啊，有好多人不知道，刹就是土，梵语叫刹。说我们做的田地，土地就是田。这天地，刹是从微尘到整个的大地，不止咱们这个地球上大地，无量球、无量的星球、无量的大地，都包括在内，都叫刹。但是把这个刹海形容成了，形容什么呢？就是水陆的两通。水陆两通，刹海微尘数，把整个的所有的一切的佛国度，佛国度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不是咱们这一个世界，咱们是在这个咱们是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，就现在咱们这小小的地球。等我们讲到最后了，世界难立的时候，极小了。说微尘又不坏，又能容到十方的刹海。就小能容大，这个叫做华严意。我们的心，我们这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心就是妄心吧，还不是真心。它就很大。如果你这一作业，说你黑龙江的，就感觉你是黑龙江就在你眼前。你说哈尔滨呢，或者哪个县呢，那大连呢，长春呢，乃至沈阳啊，你把这个国度都你都走的，你走到地方，你一作业一念间顿现。明显。现到什么地方？你这心有好大。以物质来说吧，就是说你是幼团心，就是你现在的识，用这个境界体会到佛所说那个性，法界性那个性，说那个体，说你这一念心呐，能容十方一刹海，心也没大，刹海也没小，像佛所说这刹海，那包括无尽了。咱们就我们这个小地球说，五大洋的洋，中国的东海南海，就这些海，你所知道的，你一做一间都在你一面间，特别讲是解释这个刹海啊，这个刹海。
单解释的哪见，哪见啊，众生有很多的哪见，哪见，哪见就不正确的看法，见是见解，就是说你看问题的看法，总跟人家正见的不同，哪见，哪见，有时候成为邪哪的看问题看法。咱们看那个造罪的、杀人的、放火的，他心里头有个主导的，主导，主导是他思想，他对这个问题看法不同，不同，那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呢，就是哪见，哪见，哪见就是本身就是烦恼的，那跟佛教是相对的。跟佛所教授的是不同的，哪见的人他也有慧啊，没有字啊，他有慧，慧是了别为义，哪见人他的慧，他的慧，他分别一些事物，跟你正见的是敌对的。咱们有杀人放火，邪恶的事情，他因为上杀人放火是对的，不然那杀人犯、纵火犯，他不认为是对的，他还干吗？他认为他是对的，他做恶、做坏事，他反的很有理由的，他也有很他的说法。如果你看那个法治的那个。法制报也好，看电视上的哪人，他有一个他的哪见的一套言论，他用杀人放火是对的，这叫邪见，学解观嘛。咱们这五浊哪色，邪浊、见浊、烦恼浊，里头中间有一个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就见浊。现在咱们就处于这个见浊的时代，说知见呢，看问题的看法啊，非常的混乱。浊是浑浊不清了，浑浊不清了，这叫邪见。就是他所以为什么他产生这个，他这，他的过去的习气啊，哪根特重，不是善根啊。恰恰跟善根相反的，这人看见三宝，看见你和尚，他非常讨厌。我记得在30年代、40年代，我大概是1940年到香港去的时候，香港就见不得和尚的，特别见不得比丘尼，见不得尼姑的。如果他今天出去了，碰见个和尚，碰见个尼姑，他因为倒霉到底了，今天生意也不做了，什么也不干了。你说这种哪见，恰恰跟正见相反的。见了三宝是种善根的，他因为见了三宝是，这个见呐非常重要。我们道友之间往往堕入邪知邪见，学法学歪了，学的不正确，他因为他的学的是最对的了，他为别的排斥别的不对的。学五教的，因为四教的已经是叛教，叛的不对的批评，那四教因为五教不对的，研究法相的因为研究法性的不对的，这都知见。这个知见还在善的环境里头，像我们说的八部鬼神，他是有哪见的。现在我们讲这个，说大菩萨继位就化度这些人，见非常的重要，见非常重要，就是你看问题。你主导思想要是错了的话，
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危险到什么程度呢？说你下地狱去，你出不来，你不肯悔改的，说破戒、忏悔了，很好度。破了戒的人呢，不容易度，因为他不肯放弃他那个邪知邪见。是哪见？所以佛以大慈悲，行着善巧方便，转众生的邪知邪见，才能得到解脱，得到解脱。前头这五个天王，前头破天王，那么叫总的说呢，含义就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些个前头破王，他正得了，像我上来所讲这些个，这些个过错，他全部没有了。他用这个正，这个用佛的教导来教化一些众生，要怎么着？他是大菩萨示现的，示现做这个前头破王。前头破王，前头破嘛，在我们这个就是印度原话啊，翻译我们华严里叫香，点香的香，叫香神，香神，是前头破。但是他这是修，他这是菩萨继位的啊，不是那个那八部鬼神的香神。这前头是五个啊，后头还有五个前头破王。佛身清净皆要见，能生世间无尽乐，解脱因果次第成，眉目于是善开示。这是乐摇动眉目前的破王，他证得了什么呢？现广大的妙好之身，妙好之身啊，怀得一切的难乐，怀得一切的难乐，得了这样的解脱，能这样解脱。经上所讲的世间的无尽乐啊，不是出世的啊，世间的一尽乐，世间的一切乐是生灭法，生灭法。乐呢是果，行些善事是因，是因，因必有果。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从苦来的，知道苦了，断了它，断了它。苦是果，苦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寂来的，苦寂灭道是寂，寂是寂聚的寂啊。所以造了很多的业。呢业，很多业，积聚成了，一定得受果。说做坏事做太多了，咱们经常是说话说呢灌满盈，做呢满了要受苦果了，苦尽甜来，苦做的太多了，苦尽了，苦尽了，快乐就来了。因为啥呢？在受苦当中，他善念发生了，特别是三宝弟子，三宝弟子就包括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宗弟子。等他受苦的时候啊，他才想起佛来了，想起法，想起僧了。他快乐的时候忘了，他把佛法僧三宝都忘了，他去造业去了。等他造业成熟了，他这时候原念三宝了，就忏悔了，要发愿了。世间的坏事做多了，
自然感到苦果，感到苦果了，他又升起觉悟来了，他做好事了，做好事是有好事的报，他会感到乐，这个快乐，这叫苦集是世间的因果，灭道除世间因果。道呢，就是菩提道，云南说为善的道，就是善道。他想修行了，说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呢，回来不做那事儿了，那事儿，做善事，善有善报，那有那报，那还没报呢，时候没到，到时候了自然就报了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，不是他净做坏事，好事他也做点，做好事的人也不见得不做恶事，他恶事也做些个，说这个善恶交杂的时候，一会儿的善的果报成熟了，那得受了善果了，他在人间就很享受很舒服。往往有些人呢看见，哦，有些人呢在他苦难当中的时候，他抱怨了，佛弟子了，抱怨三宝对他没有加持了，没干上了。他不晓得你的过去是无量世的恶业成熟了，你这善事啊，这个因的果还没成熟呢，当你先受恶报了。有的是善业，善因成熟了，他享受善果，那别人也看到，说这小子净做坏事，怎么他生活这么好啊？啊，家庭也美满，灾难都没有。他不晓得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善果了。说在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这个人呐，有善有恶，善恶是交错的了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
有一个鬼带着84000个鬼，因为他们嘴巴口渴，会吐火，叫咽口鬼。然后这个鬼王啊，他终于看到佛陀跟阿难坐在树下，这个鬼王就走过去，跪在那边，天中天，大慈大悲大神通佛陀啊，我们这个鬼啊，百万年都没有水喝啊，佛陀你慈悲啊，用你的神通啊，变一些水给我们喝吧。我因为我是鬼王，我这些小鬼太痛苦了。释迦牟尼佛就说：“阿难，你去拿一杯水过来。”阿难去拿一杯水放在佛前，鬼王就讲话：“佛陀啊，这一杯水只够你们一个人喝，我们84000个鬼啊，不够啊。”佛陀啊，佛陀说：“你们之所以会做鬼，就是因为过去没有布施。现在你们呢，全部把右手拿出来，观想前面这杯水供养佛陀跟佛陀的弟子出家人，你们就可以离开痛苦，试试看。”这个鬼王一听有道理，就跪下来。他一跪下来，84000个鬼都跪下来，大家就把手伸出来，用这一杯水供养佛陀，供养旁边的出家人。有这个念头以后，84000个鬼马上升天，离开饥渴，马上升天。所以各位，一杯水供佛回向，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道，太重要了，太慈悲了，你一定要做。所以各位以后在家里供水，一定要供，标准在佛教是供8杯，一般我们华人供3杯，供8杯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陀的时代，你只要看到佛陀，看到国王，他们老百姓就会用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，前面一盘水让佛陀洗脚，第二盘水让佛陀洗脸，再来供香供花供茶供水果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叫八功德水，事实上是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。然后你在佛前供8杯水，供完以后这8杯水你可以喝1杯2杯，其他的把它撒出去，有没有？你撒一杯出去，84000个恶鬼道就离苦。你在供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升天。所以各位来，各位把水打开，打开以后，哎，一般我们都是这样，左手打一个莲花手印，这样叫莲花，然后把水放在莲花上面，然后一开始要净化这个水，要念这3个字，念一下：嗡阿吽。各位，你参加大法会，那些大法师在写，就是写这3个字：嗡阿吽啊。然后呢，水净化以后，用这个水，像各位这边有佛像，最好观想；如果没有佛像，你要观想啊。各位刚刚听我讲那个故事，供养一杯水，可以超度整个大奇力附近一年之内被吃掉的海鲜水产。你供养这杯水回向给他们，他们超度了。你供养一杯水，刚刚讲了84000鬼超度了。你供养一杯水在佛前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财神心咒，可以发财，水代表财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阿弥陀佛心咒，可以消业障。在佛前，为什么？佛是无上福田。以前我们供水没有想到这么多，现在你供水回向给人类，它可以发财消业障；回向给动物海鲜，它可以超度；回向给鬼道，它可以升天；回向给地狱，它可以慢慢离苦。所以因为你有大悲心，这一杯水才会变成功德。所以大家跟我念，来念一下，来：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恶鬼升天，鱼类离苦，人类得乐，众生离苦。嗡阿吽。好，
你在念，你要观想所有佛菩萨都在前面，你代表六道轮回众生，用这一杯水供养诸佛，让六道众生得到水的功德啊！而且水有八德，当你这样念，这个水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，一洒出去，他们就不会生病，离开饥渴，升天。那供养完以后，供养完以后，那各位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水先布施给现前的鬼道众生。你也用倒数第二支，跟昨天一样，点几滴出去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嗡啊吽啊，这个叫上供三宝，下施众生。然后你要不要喝都没关系，你可以自己喝。啊，等一下剩下一点点，我们到外面。等一下开始下施的时候撒一些在树下，好不好？或是那边有水池啊，或是各位你经过别人有水池，我们就给他加这个水，希望这个水变甘露水的意思。所以来再背一次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然后再下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然后这个水就变成甘露水了。然后你要自己喝，还是说你在家里拿下来，告诉你儿子孙子啊，去外面撒一撒啊。其中呢，你带去喝，其他撒一撒。那你每天光一个水就供佛，也跟六道众生都结缘，香也一样，花也一样啊，因为。你供过佛，佛就有价值。所以我们华人很喜欢哦，这个水果拿来供佛，再拿下来吃甘露啊，啊！但是不要通通自己吃啊，你至少拿一点点饭水果丢给小鸟吃，丢给虫吃，啊，那自己再吃就好一点。好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你要喝的时候，你要喝的时候，你还要加观想，师父先喝啊。我们修行人要把师父坐在喉咙，你的师父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可能是某某老和尚，你要观想师父先喝，然后你喝了一口是师父喝，剩下的是师父喝剩下的我才喝啊，这有加持啊。印尼人的习惯，什么饭菜都要师父吃过，他认为吃过了，出家人吃过了，这个有加持，他才要喝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供养三宝，下施众生，供养师父，然后自己来喝。喝的时候还有一个想法，没有你在喝，布施给内在的众生喝啊。我们佛经说，我们身体有21000个众生住在里面，你让他喝了，你的器官就会圆满，这个意思。把它背下来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。嗡啊吽，你在念嗡啊的时候，你就观想恶鬼离开饥渴升天，海鲜水产动物离苦，地狱得到清凉，人类消业障发财，天道也像有甘露水一样，你嗡啊吽嗡啊吽，啊，那我想不是光水，而是每一种东西都是如此。水永长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。